家里铺了瓷砖的，难免碰到瓷砖空鼓翘边、脱落破裂难题，所以必须备上一瓶瓷砖空鼓胶，整块脱落的用强力粘结型，一喷一按搞定；翘边空鼓的用自喷渗透型，一毫米可弯曲针头，轻松插入缝隙，一插一按一压搞定，粘得比水泥还牢，承重强，抗击打，防水能力也是杠杠的。家里有瓷砖难题的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看看吧。打开包装，配送尖嘴，直接挤在脱落的瓷砖背面。软管包装，轻松好挤。将瓷砖贴在墙面，用力按压一下即可。将两块瓷砖粘在一起，这粘性我也是服了。将瓷砖粘在墙面上，轻松承重40斤，用力晃动不脱落，瓷砖碎裂依然粘得牢。取一块粘在一起的瓷砖，瓷砖胶耐高温，不怕热水，依然粘得牢。瓷砖胶耐低温，反正就是不脱落，冬天零下放心用。